我为大家介绍 TLY48 工具的使用方法。它适用的车型是丰田凌志内铣槽钥匙。将工具插入锁芯，依次读取。一号位，B 轴是一号。A 轴是五号，三号位，A 轴是一号，动一下，B 轴是三号，五号位，B 轴是一号，A 轴是一号，取出工具，翻转工具，插入锁芯。再读二号位，二号位 B 轴是三号，A 轴是五号，推到四号位，B 轴是三号，A 轴是一号，A 轴是三号，动一下。按照读的齿号记录下来，一号位的 A 轴是五，二号位是五，幺，三，幺，幺，幺，三，三，幺。按照简的 A 轴的，按照简的 A 轴55131。B 轴11331，开始剪钥匙。这种钥匙是五号位不用剪，一号位剪到最深，五五不用剪，剪到一，剪到三，剪到一。这个呢是11331。三，三，一。按照这种剪的方法，钥匙就剪完了。下面开始剪钥匙。首先讲钥匙的一半。首先讲钥匙一边弯成90度，让开，试试剪，好能剪。幺不用，五不用剪，两个五不用剪，一号位。剪到一，三号位剪到一，四号位剪到三，五号位剪到一，另一面，一号位剪到一，二号位剪到一。三号位剪到三，五号，四号位剪到三，五号位剪到一，同时剪两只，剪好之后回复过来，修整，修整，好了，不用排了，我这。修整完毕后，讲钥匙调直，一定要调直，比一下调直以后，调直两片钥匙、三片钥匙放在一起，两个副钥匙、一个主钥匙合在一起，这时候钥匙制作完毕，直接开启就可以了。TLY48剪钥匙完毕，一条钥匙做成了，插入锁芯。